舞龙规则套路，也是现在比赛项目当中一定要比的项目之一。大家直接可以看到我们大舞台的表现。接下来，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华阳林苏文化团，掌声欢迎。
亮的龙就在大家的头上，跨过天际的感觉，当然也象征我们今天有来到我们热烈掌声，星光三月台北新义新天地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龙腾虎跃，耶！